我们再练两次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请左手边这边跳一次，然后再请右手边跳一次，我们再练两次哦，先两次机会练哦。预备来，你对我都没有，只说我所有你给你，我不那傻的人严肃秘密，让你进到爱情中。好，请这边，请右手边开始。来，我们来，我带着你们跳，我带着他们跳。然后你们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跳。来，这边开始哦。预备，来。你对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不那傻的人。心中的跳跃的赞美鼓，心中的跳跃的赞美鼓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主，荣耀荣耀归主。好，跳如何？够过关？先喘口气。小飞马那是我的粉丝哎，他常常看我跳的，你看我怎么健康哦，我就是常常跳这一首歌。他没有跳，他看影片，他兴奋的跳一遍一遍，好喘哦，啊，喘口气。这首歌是记在那个圣经使徒行传当中，那个使徒彼得他们去圣殿的时候，在那个美门门口看到一个瘸腿的。生来就瘸腿的，他坐在门口那边要饭要钱，就像乞丐一样。然后他们跟彼得要钱，那彼得跟他讲说：“钱我没有，但是我把所有的给你。”他给他什么呢？他奉主名将那瘸子，将那瘸腿的，将他起来行走。所以那个人起来之后，他跳跃着赞美神，就像我们这样跳得很高兴。所以当你伸出手的时候，就是把那个人拉起来行走，这个动作是这个意思。来，我们请这边，请左边这边。